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啊。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站。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术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咋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唵耶达玛耶达扎巴瓦耶腾达克达坦嘎多，哈呀安德腾克扎哟努罗达。Yang bada ma kh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zayo naroda Yang bada ma kh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zayo naroda Yang bada ma kh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有当观众所难得，当即求当八佛根等那，多当多智给别将僧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有当观众所难得。当街求当爸爸给等他他当住这给别家生者当给你死当个高阿姨那么也当看住所难的。
大当都知给别家生去大当大意生去了那么一年上街赢罢了也不得西不大你的家中就得生街头大当大意生去了那么一年上街赢罢了也不得西不大你的家中就得生街头大当大意生去了那么一年上街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念华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念完了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观真性的时候，不管是任何一个三法呢，就是都是，摆脱这个生死轮回，获得呢就是涅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法，如果我们归纳起来的话呢，其实这些善法呢，就是都能这个获得，声闻和缘觉，真的就是佛果啊，就真的觉这个佛果。然后这个真等觉佛果的这三种解脱当中呢，最殊胜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果啊。所以呢，我们要为呢就是得到圆满的这个佛果呢，就先发菩提心，中间呢就是修这个善法。那所修的善法呢，就归纳的话呢，就是像那个十善啊、四禅啊、四无色的这种这个，还有这个智观，以及呢就是。这个四无量心和六波罗蜜多等等，就是这些善法。那么这些善法呢，就是你没有这个发心来这个摄持啊，就是都是为了就是获得这个利益众生和获得这个真等觉的果位的这种发菩提心。中间呢，每一个善法呢，就是以自己的这个要求来去进行这个修持。最终的话呢，他所得到的这个善根呢，就全部回向给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那就是不能就是成为这个成佛的因啊，就不能成为这成佛的因。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在自己好好观想。
所修的每天所做的所修的这些法呢，一定要以这个戒陀的三根来这个摄持。
观真性的时候，不管是任何一个三法呢，就是都是，摆脱这个生死轮回，获得呢就是涅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法。如果我们归纳起来的话呢，其实这些善法呢，就是都能这个获得，声闻和缘觉，真的就是佛果啊，就真的觉这个佛果。然后这个真的觉佛果的这三种解脱当中呢，最殊胜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果啊。所以呢，我们要为呢，就是得到圆满的这个佛果呢，就先发菩提心，中间呢就是修这个善法。那所修的善法呢，就归纳的话呢，就是像那个十善啊、四禅啊、四无色的这种这个，还有这个智观，以及呢就是这个四无量心和六波罗蜜多等等，就是这些善法。那么这些善法呢，就是你没有这个发心来这个摄持啊。就是都是为了就是获得这个利益众生和获得这个真等觉的果位的这种发菩提心。中间呢，每一个善法呢，就是以自己的这个要求来去进行这个修持，最终的话呢，他所得到的这个善根呢，就全部回向给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那就是不能就是成为这个成佛的因啊，就不能成为这成佛的因。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在自己好好观想啊，所修的每天所做的所修的这些法呢，一定要以这个解脱的三根来这个摄持。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